1987年，台湾正式解严，回顾威权时期的司法不正义审判，多位族人政治犯因此流离他乡数十年，回家的最后一里路该如何平复？原住民持有猎枪再度引发争议，现行法令严格规定原住民自制猎枪的定义，保障狩猎文化权，原住民猎枪专法管理可行吗？请锁定 TITV 原视部落大小声。